大家好，我是张欣，今天是小年，先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现在工商业时代，很多人都没有放假，所以过小年的习俗逐渐在坊间消失了。不过咱们还是要有点仪式感，过过小年吧。今天是过年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六，我们在11:30的时候来到中正市场，让我们一起听听摊贩的吆喝声，感受人间烟火气，体验一下过年前最后一刻的最热闹。Let's go！ 黑毛猪，黑猪。你看，开始有卖一些糖果饼干了，准备过年了。大家看一下哦，看看价格，4+1斤32，这么漂亮的枣子只要19块，洛梨39，这么漂亮的哦，超便宜。还是丰衣足食啊。现在每个猪肉摊都有卖香肠了。这个戴帽子的美女是谁？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安大泰，他说要到。他说要到我们家做菜，做了一年都没来，还不够瘦啊，还不够瘦，才瘦15公斤，真的、啊？我的目标瘦到75，28要的时候就可以去了。我终于走开了，我终于看到你老婆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真的瘦15公斤了。对呀、啊，80块吃到哪里？到哪里去了？800块了，200。我等下还等哦。起风了，显著。哇！这里开始人就比较多了。优质芽菜，没有漂白。都市场很多这种年菜，都金牌的，挺好吃。老板娘啊，老板，我也看你的视频。真的，谢谢你。还有戴着厨师帽来卖年菜的，哟，很漂亮嘞，猪脚冻。你好，光头师。饭店的年菜哦，很漂亮啊。红鲟有蛋一只，只要90块。真的有年菜过年的 feel 了。好漂亮。哇，这么大只，只要380，中正市场哦。不用上交的，哇，杂货。小鱼、木拉鱼、鱼干、鱿鱼，哇，樱花虾、金钩虾，大小只都有。
小干贝。大哥早安，超漂亮的。这一间逛完啊，人超多，每天都一堆人排队。真的很好吃。来，谁要等啊？应该是买鸡肉。云南口味的香肠跟干巴豆腐肠，五菇嘞，那个少了。他也是每年都给我们买呀。对，大姐你放心啦哈，我们这个是没有的。羊肉鸡卖450，羊肉450，他卖400。颜色太对了。在卖牛肉的，素食。卖糖果的，家里有小朋友，过年一定要准备一些。好，过年要这一只巧克力啊，熊熊啊，还有水果造型的。哇，超漂亮！超漂亮！啊，这个是益生菌的啊、哦，这个益生菌的，还有这一只天堂水果。哇，腊肉香肠、腊肠、甜酒酿、柠檬年糕，都是人。我们要去买个烤地瓜给我爸爸吃。开始卖瓜子糖果了，单纯的，这里也是。那拿回去每一个都要这样排队，随你呀。来，我拿袋子。来，看排队，看排队，这个。来，一盘。我买这里的烤地瓜。来，看，注意要100。这样一袋只要50块哦，这么多。一袋50，很便宜耶。我们都一个礼拜来买一包，给我爸爸吃。来，谢谢你。200哦，这边差200，那200差多少，快多少？哎，哥哥，这个贵，我贵啊！不要吃。哥哥这边有香肠糕，有香肠糕。来，要香肠哦，那个辣的香，不然辣的香肠，哎，不然是辣的香肠。这里是卖破书包的，也很多人在买。云南特色，豌豆粉和破书包。啊，
到这一头人潮就比较少了，这边就很多东南亚的小店铺，都是云南缅甸人开的。如果你要找一些特殊的料理，其实到这一头来你可以更安心的慢慢逛慢慢找。一个新的摊位，新发达甩饼，光看老板就觉得一定很好吃。那就把锅子倒过来，酷。看一下，哇，居然自己说是香料奶茶，甩饼都40块钱，其实90块钱。都是云南的东西喽，一样过年了，准备很多腊肉、腊肠、豆腐肠，这个是牛干巴，还有一些腌菜，我们这里的特色。哇，这里也是，每个地方钓的都是腊肉、干巴，不同的香肠、腊香肠、豆腐肠，还有我们这里的炸猪皮。老板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枇杷呀？不是，洋番茄。洋番茄，没看过嘞，超酷！老板，谢谢。哇，我们走到异域故事馆里面，好像又在办活动了。你看，上面是青天，映衬着几百面的国旗，不得了啊！好像办夜市嘞。古巴烤肉，哇，这个就有过年的气氛了。